家拢会当的啊，未来的一当的咱逢凶化吉，因为咱人未当讲无事啊吼，生于这个世间啊吼，万几年来咱欠他人的国事，哦，啊会当予咱的逢凶化吉，因为咱人家庭啊会当的啊吉祥，啊人就快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世上有一句讲，平安就是大赚钱，平安就是大赚钱。所以呢，咱也有需要啊，向咱的这个啊这个组长啊做一个登记啊，吼，我有啊，需要甲咱做一个报告，啊，因为今仔日的